弄啥小啦？干，不要弄啦！靠！哎呦哎呦！我可以啦！干！哎呦哎呦！萧志伟，你在看 A 片？没有啊！今天要把你退出 A 片群组。哎，不要退啊！这个要审核的呢。审核最好是要审核啦，我随便加一个群组都被拉进去，怎么可能要审我现在来我朋友家，我们要拍拉拉，然后我会安排一个假的剧情，让他信以为真，他要喝潭水，但是事实上我不会让他喝潭水，我会让他喝袜子水。我可以演个室友，然后就是我要拿饮料给你喝，对，你在脚上打电脑很认真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饮料？我说好啊，然后就是在饮料，我就是帮你装饮料，然后我假装吐痰在里面，然后你就是假装喝，可是你要演的真的像你喝到什么东西，就跟上次。哦，好啊。我刚刚买沙士，你要喝？我不要，不要喝沙士。你要喝什么？我想喝花生牛奶。我没有花生牛奶，雪碧啊。我不要喝有气的啦。好了，我帮你倒雪碧。哎，白木，雪碧好不好？要不要喝有气的？雪碧啊。听不懂。我不要喝有气的哦。啊，雪碧来了。哦，你很烦哎，真的没有其他的、啊？没有其他的，只有雪碧。我们的雪碧有点怪怪的。怪怪的，哪里怪怪的？有点格格的。格格。我干，这有格格吗？干这雪碧有东西啊！我的痰会格格吗？干你北人呢？哦。可能这样会被，这样会不会很奇怪？还好，我刚才走错地方。雪碧啊，不要喝有气。雪碧啊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厕所。是啊。成功！太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志伟，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麻烦这边按订阅，好吧？订阅下去，订阅下去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，或是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供给我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啊、哦，留言给我，我都会看，每一则我都会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先出 party， 先出 party。
Central Parting Central Parting。 有一次情人节要跟女友去约会，她跟我说我的头